子变成金黄色，就是收割的时间了。盖大房子，还有这个，吃新米的时候，人家烤桥的哦。这个是很早以很早以前，就是已经从我这里是29代了，传给我家儿子的话就是30代了。不是你手，你手不会那种，他会说你，你心里很难受。我的天把就是石木，也种了苞谷。我们为了这个生活，两个小孩子还读了书。小孩子放假之后，等他给我帮忙看看牛啊那些。新练来背了好背，新练嘞，晒的呢，来都被来都被敲过，那么刮过。有时候像现在平常要种田的时候，还是经常去跟家里面去种。前段时间就是他们种玉米，我是跟他们去，我回去，我回来也是跟他们去种。我的大姐也在那找一些工作那样子，我的三姐在那个歌舞团跳舞。
我们小学老师都是很教育我，他说我舞蹈这方面很好，想好好的发展。对，我们小学的时候，我每次演出都是我去那样子。自从我去民中读书以后，好像这里几乎都没有搞什么比赛。像那个普尔学院那时候，我还是很想去那里读书。扶他去。嗯。以后就是你了，爱夫。把爸爸在手着你了。嗯。成。为什么我们种这个树，还要保护？每年都是要给看到，要双双草，草生了以后再这个双。拿刀来双刀，不要给他包，不要给他炒菜生刀，知道吗？嗯，以后这个树是大了以后就是你了。Thun sa me yong yang sa me Chi cha hân hân cha krom lue sa me Pit sa le thơ, pit sa le thơ ap hơ Kho su y phu, chết kia kho su y อยู่เซลพอสู้แล้วแปลกแล้วเมาไปมันอดเป็นยังไงชอบเงียบว่าวัวเฮนี่โอ้เป็นต่อยชอบน้องจะว่าเงียบในยิงยูจะว่าเงียบในยิงยูชอบน่ะเลยเขาอีสินะโอ้เลยล่าสุดเตยอยู่น่ะโอ้ยังไงYou and me from one world we are family
我爸爸说他读叫我读那个初中了就不读了，我跟我们学校老师说过，他说可以帮我问，跟我家长说一下这样子。有时候有些在初中些有些问题，我都是跟我们学校老师说，他只是会帮我。这么帅，我真羡慕我爸爸。你看，我一定要好些。就是他们去北京演出的时候，就是跟谭维维他们一起演出的，那个他吹笛子的那个。Cuide, cuide, oh!